桃园是汴头慈灵宫，参与本宫建宫十周年慈善爱心祈安绕境大典，欢迎各位愿意慈悲所有的老师莅临邢台红毯，欢迎各位莅临，欢迎。我们再次掌声鼓励。又有谁不开？
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动。来，掌声鼓励，掌声不要停，掌声不要停。
是不是给汉光义的一个掌声鼓励？Thank you.
最热烈的掌声，再次感谢宜兰汉光粤语队。那么由我们执行长哈，我们吴哲龙执行长带领我们宜兰汉光粤语旗队，莅临参与我们桃园水汴头慈灵宫建功十周年慈善爱心祈安绕境大典，再次感谢汉光粤语旗队，掌声鼓励。谢谢吴哲龙执行长，谢谢汉光粤语旗队所有的老师们，谢谢大家。